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4号下午3点26分。今天要介绍这只潜能股 MBank AMMB Holdings Berhad。 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它的图形，这个是一个杯柄形态，而它就突破了这个颈线，现在的价钱是 4.28， 它的股价已经是站上去了所有的筹码阻力线，站上去的所有的均线，这边显示呢，它也是站上去了200天均线，表现呢也是跟大盘有的比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筹码阻力线，可以看到呢已经站上去了，这边然后来一个回撤又弹上去，底下有很多支撑盘支撑住它。这个是5分钟的图 Session Volume 爆发跟这个 VWAP， 可以看到这边呢它曾经站上去回调，被这只 VWAP 守住弹上去，支撑有力，所以突破这个颈线是一个马路讯号。这个颈线是怎么找出来的呢？其实就是这个过去历史的筹码阻力线这边，所以把它画一条横线，这个就是一个颈线，很自然的就画出来了这个杯柄形态。它突破了这个颈线之后又回撤又弹上去，根据这个涨幅满足呢，它应该是有一波这样的，大概是4毛钱的涨幅，可能呢就是到4.6左右，这个是根据形态的估算，不一定对的，但是有一个预算也是好。我们就继续观察，看一下它这个星期有没有机会去到4.6左右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想我分享更多的潜能股，记得在留言区打上一给我知道。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找到这些潜能股，如何用这些筹码阻力线形态、筹码峰、均线还有这个5分钟图去判断去确认它的走势，你可以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VIP Group 小组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。谢谢大家。